这首歌其实很好听的哦，如愿这首歌是王菲的歌曲，想听吗？那给大家送上一首如愿吧，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都能事事如意，然后呢所愿皆所得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所想皆所得，所愿皆所得。暴露文化水平了，家人们记得去领取左上角福袋哦。我的愿望就是直播间的所有小伙伴关注我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实现呢？你是遥遥的路，山野大雾里的灯，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朝拂的梦，牵与不牵都一生与你相拥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蹒跚在牵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，我愿化成你的人，愿不忘啊，愿勇往啊，这生是每一天。希望直播间的所有小伙伴都能天天开心，事事顺遂，然后幸福每一天，当然关注我更好咯，弹幕扣上一波，万事看弹幕扣上一波什么嘞？心想事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咱们直播间小伙伴都能心想事成。没错没错，唱这首歌祝福给大家。你是岁月长河，星火燃起的天空，我是仰望着，就把你唱成歌。你是我之所来，也是我心之所归，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蹒跚在牵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，我愿化成你的人，愿不忘啊，愿勇往啊，这生是每一天。山河无涯，烟火寻常，可是你如愿的眺望。孩子们啊，安睡梦乡，像你深谢谢大家刚刚打出的万事如意，好看好听，谢谢。这个衣服都被这个衣服，你看这个汗都浸湿了，我的天，我一直在流汗。然后今天外面天气也是30，体感温度我感觉有30多度，我都已经晒黑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下一站要去另外的城市了，我们要离开海南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发了一个短视频，在我的短视频，大家记得给我一键四连哟，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、收藏。然后下一站，猜猜我去哪里唱歌呢？中午1点，后天中午1点，不见不散。
然后今天哦，对了，然后今天晚上呢，我冯铁男就不播游戏号了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转到另外的城市去，所以我的那个游戏号呢，我们就后天的，是后天哈，后天的晚上11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唱歌呢，就是我这个号，就是后天中午1点跟大家不见不散哟，大家记得关注我。星期天或者星期一哈，反正你们看我的直播间 ID， 我会改名字的，大家也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，然后粉丝群里面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开播信息的哟，拜拜。